你下去。救世主啊！救世主张维祥。你要走去哪里？这很难拍。你要问谁讲先？小的怕你啊，你把先被丢过去啊。你还有一包啊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讲，买两包是有意义的。你也可以吃。我知道阿翔，你跟他嘴对嘴，你用嘴巴叼着鲜贝，然后喂他。他差点吃我的 USB 线。啊，那只小只的都还没吃到。那你要一次撒一堆。没电，换电池啊。看你吃好快哦。不给摸呢。你摸他屁股啦。小德来。你放地上，然后他一踢头我就摸他屁股。阿翔现在小德最远，你赶快丢给他。可是我刚丢过了，他这样，你干嘛顶我？顶我那边？哪边？有啊，左边那个帮你教训他。然后你拿给那个那只好了。Come on！我知道，阿翔，你把鲜贝丢远一点，让他们去捡。你趁机去喂小的。丢一个远的，丢那边去。可是小的他不会让你靠近他，你还是要丢给小的。哎，又来一只有脚的。阿翔的那个菊花看来不保了。你动作太慢了。还吐你口水，他是不是起来吐你口水？没有啊。我怎么听到噗一声？我知道他一直在震我。来，他叫你动作快点啊！我坏掉了。你不要那么紧张。纸有地方可以丢吗？没有，你放口袋给他丢。我想找小只的。在树后面。是不是他是不是攻击你菊花？你说，好啦，你看很痛哎，脚啊，他的脚突然就好痛哦，你看看，他两口，小的都不敢来，只要别人靠靠过去，他就缩回来。快走，小的，在这边啊，小的这只到现在还没吃到哎，不是那只是后面的，阿闪快。他还是没吃到，他只吃一口。你现在再丢一小子，你现在再丢一小子，快！这不就吃到了吗？再丢一片，他抢不赢，所以再丢一片给他。不行，他太弱了。